这铁板在外面，刚好放在外面做。这个垃圾袋是放这里，因为有油喷出来，放在这里垫。我先煎鱼，鱼会有鱼腥味，所以这个是唐人街买的桂花鱼。这桂花鱼超级贵，一磅14.99块，这一片就20多块。但是超级好吃，这个鱼肉就好像那个螃蟹一样的，像蟹肉一样的吃起来。再上一点点油吧，油不要多了，那铁板它不粘锅，就油也不要放太多。这个鱼煎一会儿它会出油的，它有油。这深海鱼就是拉斯维加斯的深海鱼，深海桂花鱼呢，大家先让它煎一会儿，我们进去把里面排骨先给它煮上。哎，纱窗要关，有蚊子，有蚊子。到晚上的时候，这茶树菇也泡的可以了，这汤不要。洗菜就用另外那个水龙头的水。切一点生姜进去，鱼在外面煎，两不耽误啊。这边也在这边煮，这水很小，经过过滤器出来的水它就这么大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这个是昨天从餐馆里面带回来的那个排骨，已经超过水了，倒进去了，然后把火打着。然后把茶树菇也倒进去，放点盐。好了，这边先盖上锅盖让它煮，去看外面的鱼，好像螃蟹。螃蟹那个膏一样的，吃起来那个肉就真的跟蟹肉一样。这么一小片20多块钱，你说呀，20美金。好久没做了，有一段时间经常吃，以前便宜啊，以前没这么贵啊，以前9块多。9.99块，10.99块最多了。从疫情以后变得好贵，14.99块，15.9块，最贵的时候卖到15.99块。最近好像还便宜一点了，好像只有13.99块、12.99块。我也不懂，我那个时候买了，这个时候买的是，也买了一个多月了，放在冰箱里面。它本身就是速冻的，放点生姜的，放点洋葱。油喷的到处都是，所以说拿个垃圾袋垫了垫。撒上点黑胡椒，后面也撒上点哈，黑胡椒。这个铁板还可以烤肉肉、烤鱼肉都挺好用的。鱼很酥啊，一煎熟了全部都散开了。
可以了，先熟了。没有葱，家里撒点葱花就好看了。猪扒。可以了，后吃就好了，就煎这么多，还剩一点，还可以再煎一次。哇，好香啊，它都是蒜蓉猪扒，超级香，是蒜香味。哎呀，糊了，我的妈呀，我还以为这么快呢，怎么火这么大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，好快！可以了，再烤一会儿。你看，我的茶树菇、煮排骨也快好了。等下那边煎好，可能这边也差不多了。多煮一会儿，比较入味。我开小一点，让它多煮一会儿。煮排也可以了。熟了，烤焦了，关火吧，电拔了就好了。起锅了，香喷喷的烤猪扒。怎么样？你们流口水了没有啊？不要流口水哦，我都流口水了。好了，烤猪扒煎好了，然后这一盘烤鱼怎么样啊？今天晚上这个就贵了，这个20几块钱买回来，这个也一盘10几块钱，这要几十块钱了。今天晚上还有一盘，还有一个汤，排骨茶树菇汤。
今天晚上吃的够好了。今天的晚饭做好了，这个是北极贝，这个是芥末酱油，这个是桂花鱼，深海桂花鱼，这个是猪扒，这个是什么你们知道吗？酸酸甜甜的教头。这盘是下午去日本超市买的那个炸鱿鱼，鱿鱼须嘛，炸鱿鱼须。好了，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饭，两个人吃好丰盛哦，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飘雪，在纽约。今天的视频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，一定要关注我，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谢谢大家！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哦，爱你们哦！你们要好好吃饭哦，照顾好身体。我要开始吃饭啦！儿子还在玩电脑，我不管他了，我先吃了。他不知道玩到什么时候呢。拜拜。